钢琴码头，这个叫钢琴码头，就是这个像一架钢琴，三角钢琴，最早是150年。好，那对岸就是我们，对岸你就我们等一下可能坐船就要到。我以为是对岸是你的，你接着讲，我以为是对岸是你的。对岸，对岸才是厦门哈，这是鼓浪屿，这鼓浪屿景豪告慰啊。他对世界各地的宣传，不是叫鼓浪屿，是叫波罗苏啊，鼓浪屿的啊，那个他你一个是带走啊，哎，行好，先行哦，先行哦，导导导游行好跑进去哦。那如果呢要坐车，那就要走到这个山的那一边才能坐到车。好，黄的要拍了哈，从这里这两栋都姓黄啊。他怎么等了下茶点啊？那有一天呢，姓树爷啊，姓树爷要到南洋，奔去南洋处理事情。对，自然的。在船上呢，多久前恭维送给我先，恭维给我姓永的调料，要88块，要参观啊。那进这一栋要70。居民走，厦门市的居民走，因为我他就帮当做游客。游泳过来也可以，哎，游泳过来可以。好，那现在我现在要讲的，除了在万国建筑、无人岛，车子不能经过这里，车子。跟孩子就做一个亭啊，盖那种。要是碰到没人，你看到哦，你们家后院有一只。